早安，伦敦！今天呢就要去观光，要去哪里呢？就去英国最大、最古老的一个楼客 market， 也就是我们讲的巴萨巴伊。这里面呢，它会卖很多很多吃的东西，有熟的，有生的，然后还有面包啊、土豆啊，很多很多当地的小吃。那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嘞？给大家看一看，它就叫做 Barrow Market。所以我们现在除了进去吃吃吃，还有吃以外呢，也给大家看看我现在手上用这拍的这个手机叫做 Honor 20，就给大家看看用 Honor 20拍出来的画面是怎么样的啦。Let's go。好大风啊，很冷的。为什么 market 要这么冷？上次我们走巴萨巴伊是热的要死，在第一次走那么冷的 market。这个叫做 drunk cheese， 是啊，会醉啊。这是红酒味的 cheese， yep, a hint， 传说中的地狱辣椒。哦，哇，那个后劲很强。快离开这个现场！一个不能吃辣的人在吃辣椒，哦，很辣！有水吗？有水吗？这个真的很辣是吗？这间 Mon Mop 是传说中英国人都很喜欢来这里喝的咖啡店。它的咖啡厅讲啊，你喝了之后，你就会心心念念很想要回来的一间。我们进去买一杯。现在我们要来吃 oyster 喽，生蚝。这里生蚝真的是很新鲜，很大个，而且六个也只大概是10磅，大概是60块六个，便宜很新鲜。一口 challenge， 我可以的。哈哈，不能吃。不可以停，不可以停！哈哈哈哈哈！哇，厉害！什么感觉？妈，在那边。哎，真的？他讲不了话呀。喂。成功。耶。这很好吃。不是我的。这是 snow crab leg， 它一泡饭。哎。哇，没有肉的，没有哦，我买的，有三分，有三分，很甜的嘞，可以给我一点点吗？来来，快点，没有肉吗？没有肉，没有肉啊！这个就是为什么它只是一块半罢了。按摩就是要在外面那种路边喝啤酒，要学按摩。啊，今天的 Barrow Market 吃喝之旅我已经结束了啊！基本上我吃了很多东西，有 donut 啦，有snow crab leg 啦，有 oyster 啦，有 fish and chip 啦，有啤酒啦，还有一些巧克力之类的，还有湿食，还没有算湿食。好，这个地方其实真的很好逛，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这个地方。下次再来了，拜拜 ！Go go go！好，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记得关注我哦，拜拜。